好，欢迎来到一年一度金嗨奖的颁奖典礼。我是今天的典礼主持人令杰，金嗨。今年很感动，看到很多演员突破自我，展开了新的独特风格。当你以为七月五八只能用来喝水，其实它也可以用于头部敲敲打打，是不是非常夺眼球？开眼界呢？有人第一次上镜就交出了亮眼的收视成绩单，演技专业到位，人见人爱，每次出演都是相当动人精彩呢。也有人很努力，就是不红。要知道，在茫茫蓝海中，想成为一颗耀眼的海星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们付出了时间，付出了努力，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拿到了一些好处。这什么啊？有镜头没有事。在这重要时刻，让我们先来看一下2020有哪些精彩好片值得我们回顾。本届金嗨奖入围的有票房成本最高特务摔手机，请打0800080000000。通灵专线多一个零也打你通。喂，找我什么？摔手机将直播讲吗？喂，重要讯息：什么？照片紧急备份。手机专业直摔，2月3号 ，iPhone 12，无一幸免。这是一场面子之争。为了这个星球，为了客户，为了考核，为了这个世界，你绝对不可以比我早下班。我觉得你在针对我。我怎么可能针对你呢？那你到底为什么不让我下班？因为我是正好，而你是胖子。在我心底的名字，我爱你，爱我，可是爱情中呢？爱是与生俱来的，喜欢一个人为什么有罪？你不觉得你很傻吗？当你以为世界改变了，其实什么都没变。你不选择你会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。对不起，妮妮，我真的买不起7008。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三部大片，大家都看到演员们各自精湛的演技了吗？颁发本届金嗨奖最佳影片奖，得奖的是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tis，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，这什么？剪带掉了，不要笑了，快点，时间不够，不要笑。好 ，OK。来到3、2。好，我。超えてまいりました。威勢のいいメロディーが女性陣の決定打になるのでしょうか。負けず嫌いの河内男のど根性を歌ったご存知河内男。